经常说的骨头里面都是香的，就是这个生菜绵阳山珍，热烈欢迎啊，热烈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，有机会要再来玩。我们现在离开秭归了，现在来到这个点军服务区这里，想充个电，补一下电。然后有个西安桃的朋友说，让我去西安桃玩一下。这朋友也认识很久了，也一直想去没去过，所以刚好这次顺路的话，就去他们那边去玩一趟。现在把电补一下。现在我们可以开那个即插即充，就是要认证一下绑定你的那个行驶证，然后插上之后就能识别这个车是哪个的，直接扣你的钱，这样比较快一点，迅速一点。不然的话它上面还要操作一下，还要等个一几分钟那种，有点慢。得出发了。开始导航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0公里，将从 G50 方向出口驶出。智能领航已激活。700米处有视频监控，请小心右侧有车辆汇入。当前路段限速20，测速和违法拍照。钱江服务区换人，现在还有50多公里。到达沙湖收费站，注意减速，注意减速，请减速，准备到达收费站。刚哥，欢迎，来我们大仙桃了，终于。终于来了，来，没有，走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你来这么早啊？你来这么早，来了多久了？来了刚到。你看我们湖北仙桃，其实就是鱼米之乡啊，这个大白椒。跳的是吧？对，你钓的有没有？最喜欢钓的这个。你有没有钓的比这个大的？在一个黑坑里钓到过，那是人家养的，野的没钓到过这么大的，一般都是钓的这么大的。长江里面，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鱼搞一条去吃。挑一条，选哪一条？这个随便，随便是吧？太大的不一定好吃。长江不行啊，装不下，正常不行。这么好的，就这么了。我给你专门订这个盘子，来做个记号。就这个。煎的是吧？这个。对，我们先去吃饭，肚子应该饿了，走。你们高速上面开这么久，应该肚子饿了，先去吃饭。这就是一条街，它重新全部装修了之后。你们明天可以去那个绵阳小镇拍个视频，很好看。就是适合老绵阳风格，就是这种。对，但是木头的啊，前面都是纯木头的。这是想搞复古街吗？镇上现在基本上都在。绵阳那个绵阳小镇里面全部是古代的房子，现在建的。明天带你们去玩一下，看你们时间安排，刚刚带你们参观一下这里。绵阳小镇还是有点特色。我是第一次来仙桃和这个，就是这一块吧。但是钱江我去过好多次了。钱江你去干嘛的？搞小龙虾卖呀。吃小龙虾，卖小龙虾。我们仙桃的特色就是两蛋一鸡，一蛋盐蛋，加这个毛嘴卤鸡。找一个。来，十分钟就行了。贵客。哎，你这搞得好。来，走。太夸张。坐，好，坐，好。
来，东哥，开动了我们。来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都是一些搞的当地的特色菜。这个是我们仙桃的毛嘴卤鸡。就是经常说的骨头里面都是香的，就是这个。久闻大名，听说过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沙湖镇的皮蛋。我们这边就是皮蛋，两蛋一鸡。这都是特色菜。然后这个生菜绵羊三蒸。这是啥？绵羊三蒸，然后把它有蒸土豆、蒸肉和蒸菜，然后再把它回锅炕一下，特别香，这种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边大白雕。你喜欢钓鱼，因为你喜欢吃鱼吗？还有一个鱼头鱼丸汤，简简单单的啊。开动吧，我们开动。你们搞这么久，肚子应该也饿了。来，你瞧一下这个毛嘴卤鸡啊，五大块的，没切断呢。没事没事。加一个小块的，小块的。搞个鸡腿，搞个鸡腿。搞个鸡腿，搞个鸡腿。吃嘛都吃嘛，不客气不客气，都吃。就说最简单的方法，像我们这边这个毛嘴卤鸡的话，一般像我们平常出去打工的那几年，出去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鸡买一只带到火车上面吃，就是做那个绿皮火车。对对对，你煎里的吗？我煎里的，还是有点区别的。因为你吃过了，跟我们这个还是不一样的。也吃过了，但是蒸熟之后感觉有点咸啊。完全不一样。它那是么子原汁？它也是鱼丸，跟我们那个鱼丸还是不一样的，小姐夫，是吧？完全不是这样口感。精致的鱼丸，完全不是这口感。多吃点。热烈欢迎啊！热烈欢迎，欢迎，有机会欢迎啊！有机会要再来玩。好好好。来，喝好。谢谢小敏哥，等一个朋友。